Antidote in a cloak, lyrically I'm a pope. Soak a minute in the juice, so exquisite. I'm a wizard in this frigid cold world is a blizzard. Metaphysic, how I spit, come and get it. So acidic, can you dig it when I flip on a bigot? Pause a minute, tap jaws, I'm infinite. Rap raw till I find the trap door back to Kimmich. That's when I kick it, want more, you can swing it. Black lords cracking backboard swords in the Senate. Yeah! 阿泰刚刚跟我说，没有，现在很想跳舞，没有，他很想跳舞，还没，我觉得那个 DJ 要放一首歌给阿泰老师 solo 一下，喂，哦。谢谢我们阿泰跟阿某带来精彩的表演，这也是重金礼聘啊！真的重金礼聘，让我们来表演。对，我刚刚话都还没讲完，你就 cue 我出场。我想刚刚跟大家讲说，我们 hip hop 有四个舞风，基本上分成四个舞风。干嘛搞得这么累 ？hip hop、locking、popping 跟我们的 breaking 哦。那我们刚刚前面看到的都是 hip hop， 然后我们刚刚两个跳的是 locking。对，你会感觉到跟前面的小朋友表演动作会有点不一样，有很多指来指去的动作。对 ，locking。好，对，这是我们的 locking。对，好，在介绍这么多之后，我们现在又有一个不一样了。怎么说？用嘴巴说。好。对，我们刚刚前面是不是有说一个小小张的表演？就阿张老师从台北下来那一支表演，对，然后同样一支排舞，但是由不同的人呈现，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风格。好的排舞是看不腻的，真的，好的排舞你看几次，就是再想多看几次。Yep。 然后刚刚是我们的小小张，很小只的，
接下来我们换大一点，大一点张。哦，大一点要怎么讲？大张张。啊不是，大大张。大大张。OK， 怎么讲无所谓，重点是他们跳的怎样才是重点。对。OK， 欢迎我们的大大张。大张张，大大张。Should I move slowly or move rapid? I took it at a pace that it caused her some habit. Flick on the action, turn on the camera. Had the chick tripping, didn't know my stamina. We could have a good time, bet you could feel that. You can't get no touch from your man, tell him get back. She said,朋友大家好，我是第二段阶段的主持人，我叫西小瓜，大家好。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呢我们有分为三个主题，谁知道今天的主题呢是 A and F。 为什么要叫 A 呢？就是因为我们是 Apple Studio， 就是苹果教家族的一个舞蹈儿童街舞教室。那 F 呢，第一个就是 Fusion， 它是属于融合的意思。那Fashion 呢，就是时尚。那最后 Future 它是未来。那时尚呢，就是因为这间教室非常的时尚，它的所有的辅导所有的舞蹈跟服装把它融合在一起变辅导的一个部分。那我自己也转得很快啊、哦，好，没关系，这是服装跟舞蹈的部分，把它加在一起就成为一个专属儿童街舞教室的一个
这个一个标章，就是呢，为什么呢？因为时尚，我们的老板 Apple， 他自己非常喜欢做手工艺的部分，所以刚刚你看到每一套衣服都是他纯手工打造的，别人都看不到。那他现在呢，也是我们超级偶像张婉儿的御用服装师，已经跟明星艺人同一个等级的，所以他现在是非常火红哦。如果你要找他做衣服，可能要等很久很久才可以找他做哦。那接下来这个第二阶段的是 Fusion， 我来介绍这个阶段呢。是因为这个 Fusion 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是因为融合，在这个教室学生可以融合老师，然后服装可以融合街舞，它整个必须是一致性的。那个老师们呢，他们也是非常年轻的，就是不同风格的人都会去上他不同老师的课。比如说像我是爵士的老师，可是我去上现代舞的课，或者是武术的课程，或 breaking 的老师跑来上 waking 白川老师的课程，每一个课程都可以互相融合，然后达到一个最完美的一个新的风格。那接下来这个 fusion 这个主题呢，我要介绍，大家之前可能有看过，在华视有播出一个节目叫亚洲天团争霸战，那是因为我本身其实也是往就是娱乐圈方向走，所以他当我接到这个 case 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台湾少了一个团体是，学生跟老师合作，当爵士跟 breaking 合作，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想法，所以我选择来找 Apple 来帮忙，他也愿意帮我的忙，于是我们就参加了这个比赛，然后是吴宗宪主持的，那我们就比了半年。然后比，大家就觉得我们一开始想说去个两级好了，就不想参加。结果后来殊不知一直比，哎，比到半年都已经快一个年了这样子。那我们就比了大概九支舞马，然后获得亚洲天团争霸战的第四名。所以这时候是不是要给你当掌声呢？对，那我很开心可以跟 Apple 老师合作，因为其实小朋友跟大人合作这是非常困难做的这件事情，所以导致后来我们都开始去往这个方向走，学生跟老师合作可以创造出 不一样的火花，达到最棒的效果。小朋友他有小朋友的族群，大人有大人的族群，所以导致这个族群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变成一个超大的族群。所以我们今天呢后面的舞蹈也都是希望给大家精彩的表演。那这个阶段呢是以时尚未来融合为主的终点站，就是中心的一个站，你知道吗？因为你觉得 MV 舞大家觉得啊、哦、融合不好， MV 可能就是没办法加入街舞的行列，还是比较属于商业性的。可是因为我们把它做成把 MV 的歌，就是流行的歌曲加入时尚的舞蹈做编排，重新组合，包括武术，包括现代舞 breaking locking popping 都融合在里面，所以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效果。因为你不可能看到罗志祥在唱歌的时候突然来个 locking， 这样很奇怪，或者是看到比如说蔡依林哎来个 breaking 也不合理嘛，是不是？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风格融合在一起。今天这个第二阶段会带来所有巨星的表演，有蔡依林、罗志祥、东方神起，还有我们的 Michael Jackson、珍娜杰克森来做这一整段的串联。而且我们今天要带来的是我们在亚洲天团争霸战的十分钟完整的精彩精华舞蹈呈现。那我也要参加，我也要参加了，所以大家把掌声手借给我，掌声欢迎 Fusion。很破，一碰头啊，头顶够啊，就等这一刻。外活动啊，后一花，冲破你耳膜。此刻你听到节奏，是我的脉搏。这世界冷飕飕，冷掉的像晚钟，忍着未忘百。
为口香熬出头换不得，闭上眼握拳头，机会你要掌握，我不再做某某某，要你记住我。绝对大显身手，看我一枝独秀。胜者为王，败为寇，想熬出头换不得，闭上眼握拳头，机会你要掌握，我不再做某某某，要你记住我。军队大声嘶吼，
해줄길 바래만 기다릴게 이제야 서잖아 널 떠나지마 말라고 말해 바보 내가 봐 너를 사랑했겠니 너밖에 없어 도대체 掌声鼓励！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小朋友很可爱？这个班级是敦敦编的，那下一首呢是我编的，我跟敦敦编敦敦老师一起合体创作这个舞娘俱乐部的这首歌。在去年呢，舞娘俱乐部 这部电影达到了巅峰，就是让大家喜欢去看这种爵士的舞蹈啊，爵士的音乐以及他灵魂的演唱方式。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一段表演特别邀请到 Cover Girls， 就是之前有去参加超偶的比赛，还有去很多节目参加过比赛，目前呢他们也是培训的歌手来做现场的演唱。